我跟你说啊，兄弟们，你们愿意当我徒弟？我每天下班去录制教学视频给你们，200一位。收他个2万个徒弟，简称马门啊，简称马门。 全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全军出击！ 随便翻的，没事，跟他换就完事了。他塞拉斯单开很慢的。 妖姬帮了。 交过了吗？ 12个刀红 buff， 说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反我们上野去啊！17个刀，应该是拿了个下颌蟹啊，拿了个下颌蟹，17个刀。 不要把一放在墙上啊，兄弟！一定要你们玩佛爷哥刷，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。一不要尽量不要放触发墙，为什么？你触发墙，人家就知道你的位置在哪了，明白吗？你们他没有视野都能看得到，就是我们刷也尽量把这个一侧着放，能理解吗？给我们演示一下，比如说你这样贴着墙。
好，人家从任何一个角地方都能看到，哎呀，你福瑞克在刷石头人。但如果说我们不打到墙上，不触发这个 AOE， 我们就加攻速就行，人家是不知道你的位置的，知道吗？对的。这个虽然说，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，都不是说没用，这个很重要。你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，对吧？你一个打野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位置不能被对面发现。如果说你每次刷野不注意这种细节，哎呀，随便一丢，每一次都触发这个墙，那人家永远知道你在哪。那你抓在哪，你怎么抓人？能理解吗？你看，比如这样子，我一个一甩，是吧？我也不触发墙，我还能获得加攻速，这样就很舒服，是不是？就他也不知道我在刷蛤蟆。小炮都跳脸了，我们俩还是不蹲了吧。好，回家直接买海妖吧，那边应该不需要了。这把不能买全伤害，好像。哦，塞拉斯发育还可以哦。没过了。我要再下野去刷野，还给他搞到600块钱赏金啊！你会上线吗？知道你在刷，不可能给你的。想升六级，不可能。这里应该是有眼啊。我将不断索取，不断抢夺，这个世上再无一物，只剩他一人。
哇，阿舍，鱼人走走走走走，这个还是算了。他卡牌月了吧？要不，哎，不对，鱼雷没大啊。我早已成了一头怪物。走吧，有一个单杀。伊苏尔德已经不在，徒留我一人留恋。先把他们放中路吧。维哥一定在上野去刷野的，这个是一定在啊。
他会移过来吗？好像不会。露露有露露是不是单杀？兄弟们，露露是不是单杀呀？有人能告诉我吗？刚露露是不是单杀？不是单杀，好的。不过没大招不好操作。好像只能放了。这个只能放。有大招这个我赶过去操作的。这里有个野。这里应该没放吧。好，我们换一个思路。我所求的何其简单，交闪了。走不了的，没闪现。我妖姬是不是单杀？我觉得妖姬这波很像单杀。妖姬刚刚过来，半血过来，队友好像没摸到啊。啊？我觉得妖姬真是单杀，兄弟们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快快快！妖姬是不是单杀？对吧，我好像看到妖姬是残血过来，队友没碰他呀。是我真是真的。真是。
这把团战是有机会四杀甚至五杀的，小炮单杀。 那个大龙呗，还敢带上？那我先把你抓了。 这边还有个跳弹，他没有 A 跳弹。你觉得妖姬能保住你吗，露露？ 哎呦，有眼，那应该是三角草有眼看到我了。队友，这波怎么不拿大龙啊？ 你们在干嘛？我有点怕小炮，小炮打我是真的很疼的。 高手过招，点到即止。大龙吧。机器人主要是机器人大招，这个大招伤害高，有点怕。因为平时玩塞拉斯，透机器人大招伤害真的很高的。 求了一波稳。
没事，我春哥，我没春哥这波我都不敢上。这波就是仗着有春哥啊，所以就直接顶他就行了。有一个单杀。中路你不行的，哎呀啊，他没秒表，没中要五杀了，操，哇哇，这波有没有单杀兄弟们，这波三杀有没有单杀呀、啊、哎呦好难受啊、哦、五杀呀、啊，哇啊、哦！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真的太可惜了，真的是太可惜了呀！完了，中路没网费了。我操，他是真没网费了，先拿龙魂吧。圣拉斯再打 F6， 直接 Q 他呀！那我先把露露杀了，团战就好打了。这露露挺恶心的。这波真得小心，四打五的，中单掉了。看机器人 Q 了，这个团战得机器人先 Q 一个。喂。哇，喂，全是秒表，我操，全是秒表，好难受，怎么感觉这把真要输，真要输，这波双人路又给机会了，他们两个鳄鱼都没到先上，直接上去白给我，他妈这波全是中亚，全是中亚呀，我没办法，这波少一个中亚感觉能打赢，全是中亚呀，没事，我们正常就是四个人一起，四个人一起，这把对面还是翻不了的，但是不能再输了，再输一波团战就不好说了。
吃个红 buff 先。对，一定要打资料大龙，把他们逼过来接团战啊！不打的话，正面团是上不去的。暗影岛开端。哦，有真眼，那打了。打打打打，必须要打龙。打拿完大龙，在中路压过去。我他妈真的是。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。这必须要现在赶紧上给对面上压力了。有没有单杀这一波？他是唯一的星光，看顾着我的长安。直到夜幕，清风起。哇！